金刚经的核心到底在讲什么？金刚经是大乘佛教所奉持的无上宝典，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因为此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悟道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刚经的核心，讲的就是离相无住的道理。我们要成就金刚经的因缘，需要发大愿心，善护念，离住相无所住，以金刚般无坚不摧、无障不破的般若智慧，治一切虚妄执着。学了金刚经，你的心就像金刚钻石一样，任何烦恼都不能击碎你。无论什么观念导致你的烦恼困惑，都能洞察清澈，让你的心安住于生命本来的样子里。学了金刚经，每一天都会让我们领略到生命最初的喜悦，每一天都会站在人生快乐的巅峰。